手咧啊，多谢你替阿爸解决债务。阿爸要甲你回信咧，今日你阿你阿你，我即个做阿爸的。再不落雨，实在不落雨。好，阿爸，今日我答应你，我嘛按你答应我三个条件。只要你答应袂人吃红，我啥物拢答应你。第一，我不准伊阁拍阮阿母。以后若是阁予我看到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第二，你若是阁去外口跋筊，毋免外人把你的手剁掉，我头一个剁你的手。第三，你的拥有之物，我已经还完了。我不欠你啊！我知啦，袂啦，我答应你，我袂阁饮酒，袂阁去跋筊，我会好好对待恁阿母。你想要跟我讲什么？是啦，我感到想要爱一个人，嫁乎一个人，啊，不过。天公伯母恩赐，既然伫个亲情佮爱情中，我敢若会当选择一个，那安尼我无甚物好选择啊！我敢若放弃爱情，是因我欠人的亲情。我是不是你头一个查某人？我拜托你，你莫安尼对待我好不好？你莫安尼对待我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对待你。这个人从来袂去勉强别人去做伊无佮意做诶代志。既然你毋是心甘情愿要来陪我，你通走。燕君，你阿爸迄边，我佮意哦，伊个约束好势啊。只要你陪我一暝，我就替伊行脚下。燕君，即马看这个情形哦。你只要目睭紧紧，看有交警的人，我怕啥呢？哎，你哪要袂走？
求你，我求你救我阿爸好不好？这件代志你求我无路用啊，只当看你家己啊。好啦，既然要走，就紧走。我已经足忝啊，我要休息啊。你即摆决定是安怎？心情不好，你所做的决定哦，我拢无遵守。行，我先来接。等，你别跟着我。秋莲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那一件事，我已经不是你过去所介意的查某囡仔，我已经无去当咱的维护所，你知影？